第十二题，下列时段中，零到一秒、一到三秒、三到四秒、四到六秒、六到七秒、七到八秒、八到九秒，共有几个时段，它在那段时间内保持等速？我们知道 ST 图的直线代表速度，那么如果只有一条直线，就表示只有一个速度，就表示它做的是等速度运动。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零到一秒是一条斜直线，所以它是等速度运动。同样的呢，我们的三到四秒也是斜直线，我们的六到七秒也是斜直线，八到九秒也是斜直线，所以它总共会有四个时段呢，是 ST 图是斜直线，也就是做所谓的等速度运动。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共有几个时段，它在那段时间内保持等速？我们呢，答案选的是猪，四个。